聊聊吗？我们开始。啊，我记得咧，我去咧系旧年啊，疫情里面咧搞咗个 party， 全部中晒招。今年咧都会中招，中我哋欢乐嘅健康快乐嘅一招，俾啲掌声好嘛？好啦，咁我同大家倾下偈，大家炒正喎，你妈有少少嘅孖子。好啦，你媽咧頭先再俾啲掌聲我哋團隊啦，唉，大家都係陽光燦爛嘅，大家靜一靜好唔好咧？我哋傾下偈啦。咁啊，大家晚上好喎。咁啊，首先感謝咧各界嘅好朋友、記者朋友，咁大家咧就嚟到我哋呢一個新星舞動樂善之家。每年一度的樂善聖誕晚會，今晚無分彼此的相聚，老少咸宜，老三級有四級的平集，我們大家樂盡一堂，有歌聲的地方就有歌，有靚媽的地方就有歡樂。今晚我們不一樣的晚會，邀請大家享受一個我們樂善之家平安和樂分享我們這個家的感覺。我會本會歌聲唱出和諧，樂善齊步向前。團隊們和你媽一起說一次的話，歌聲唱出和諧，樂善齊步向前，團隊們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再加油！多謝各位，俾掌聲鼓勵我哋好嗎？我哋要繼續為歌聲、為社區繼續去效力。祝願各位身體健康、聖誕快樂、家庭幸福。多謝各位。好，唔該曬我哋會長嘅，肯定喺呢時間亦都有請我哋嘅隊員、會員低就坐啦，哇！好嘅，有請我哋嘅。好啦，咁跟住我哋嗰個開幕儀式開始咯喎，我交個台俾我哋。